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木桃子的鱼木呀小铃铛。嘿，小伙伴们好，我是小铃铛。欢迎观看我们最新期的《凡人修仙传》。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小朋友们的视频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和推荐哦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好了，咱们先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剧情啊。上期视频，我跟果囊呢是开启了暮色捉妖记，替天行道啊、消灭了那个那家以及那个巫妖王。是的，当然获得了那个什么护盾权杖。护盾权杖的话，那个已经给狗当了。那护盾权杖，什么玩意儿？我的舌头。好了，咱们这期的话，那个就那个按照小伙伴们的要求吧。在上期视频有小伙伴，很多小伙伴留言跟咱们说，说咱们现在可以自己制作那些符了，就做那些符箓，就丢出去会蹦这种样子的。嗯，制作符箓的话，首先咱们得有一个那个制符台。我终于又可以学习一个木匠的功法。制符台，你做那个吧，你做那个画符笔。等一下哥，我在打坐呢。看一下制服，哎，制服台呢？我在这。需要碎石、铁粒、纸、木板、合成台，还有那个木棍、纸。哈，啊，哎，碎石也有。还需要一个铁粒用铁钉分解一下，然后那个木板做一个合成台。 OK， 笔材料应该够了。再把铁钉给它分解一下。铁钉、羊毛和木板。好，制服台，这个制服台的话咱们就给它放到那个放到这个位置了吧。当然咱们还得大量的制作那个这个符纸。符纸的话需要用到木板纸加上那个草。可是我们好像没有什么纸了。纸有很多呀，你忘记了吗？哦，你种的那个甘蔗是吗？已经长出来了。不然呢？这些事情要你操心过。哎呦喂，人家就是没想到嘛。哼，没有纸了吗？纸的话只有这么一些，也差不多。再去找你甘蔗吧。差不多也够了。要做把剪刀去剪草。大晚上的，你确定你要出去？你开的不是和平吗？你宝石都没扫吗？你没看到小地图这么多怪吗？没有啊。拜托你眼瞎的时候不要怪在我头上好吗？可是我真的宝石都没有烧。你宝石都没扫，不代表我开的是和平，好吗？好吧，过我，是我的过。我上面应该有怪，不怂。带上剪刀，飓风扇 ，OK。哥，快听听我这是什么怪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哪呢？我这个好开，应该是可以驯服的吧？你小心你的血量。好不容易，你说到达了我的那个什么？你说你死过多少次了？这几期？管他呢！看一下，44个草，再继续捡。好 ，OK， 回家。作为一个男人嘛，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该怂的时候我就会怂得很有骨气。那好奇怪，我刚刚突然多了好多个效果。制作符纸，然后木板。什么声音？咱们家又来苦力怕了。我的天哪，怎么这么恶心呢？是从上面勾了，是从上面那个建筑掉下来的嘞。好气，差点我就又死了。我做了一组的那个符纸，你那个护盾是干啥的？
你要记得用好吗，亲？我记得啦，我都不记得我有这个护盾了。首先这个什么画符笔给它放到这里吧，然后这里，哦不对，画符笔放这里，这里是放符纸。当然这中间的话，咱们得看这本万象符经，这些怪物让他们嚣张一会儿，待会儿咱们去制裁他们。这个咱护盾们只能现在能做的符，当然那个后面这些符也是能做，但它所需要的那个最重要的材料，咱们现在不能做，能做的就是三件，一到三件的。咱们先来做这几道符吧，前面这几种符都感觉咱们不需要，像这个什么灵光符啊，丝缕缠符啊，以及那个神行符这些都不需要。咱们来做，先做这个起爆符，起爆符的话，它需要那个火药加上炸药。火药的话，咱们炼制丹药的话，失败了很多次，这火药倒是。你在上演各种死法吗，亲？啊？最多的就是饿死。啊？明知道我这把专属之刃它有那个反噬效果，他不能右键，我真的是好烦啊！真的是，为什么也有右键这个效果？可以右键的好吧？我都说我了，知道可以右键。前提要保证你的饱食度是充足的。我是想用盾牌右键的那种方式来挡一些伤害，结果一下子又一直摁着右键，我就死了，气得我够呛。继续吧。自己摁错自己菜，怪人家。就怪这个，你好跟我意没有思关啊？系。你要不要脸啊？脸在屁股上。哎呦我的妈呀！真的，我有这样一个妹妹，这不似曾相识啊啊啊！你怎么又在打坐了？又在打坐修炼功法了啊？对，家里的功法都被我学完了。你个败家老娘们，真的是败家老娘们。可你养活我不容易啊！我又到练气了，我要吃点那个零食，可以吗？是我太难了，好吧？难的是我，好吗？我知道，我说你太难了呀。什么东西？咻一声！你不是，我吃了你的灵晶呀。你能不能节约点灵晶？不要吃太多就把啊！两个都吃了。有个灵晶是五件灵石的灵晶啊！我全吃掉了。哎，我的妈呀！你是要气死我，然后继承我的境界吗？是的，我还想继承你的花费。然后这样，OK，制作一张之后要给它拿下来，再继续制作，不然的话它那个会消耗你的材料，然后那个符的话它不会增加。七、八、九、十。11、12，你别浪费零食好吗，大好，我去姐？挖，我现在进去挖。做16张吧。我再去挖点零食，这样你就不会说我浪费了啦。再接下来呢，咱们再制作那个，再制作这个落雷符。落雷符的话，它需要2件零食加上铁锭2个。咱们这期的话就做。画3种符吧，分别是这个什么起爆符、落雷符，还有这个剑符。最厉害的就是这个剑符，他这边介绍是那个此符乃剑阁阁主明空剑尊于悟道前所创，属于攻击型符箓。但剑尊起初创下此符的目的是为了将人门徒有自保之力，然后丢出去之后，他一定范围之内掀起一阵凌厉的剑气。哦，这道剑剑气，气啊！这道剑气它是那个无差别攻击，所以待会那个咱们丢的时候，尽量不要丢在旁边。好的。这剑符的话需要木剑，以及铁力。铁力这里有8个，再分解。还需要木剑。
木剑的话，那个木板这里有，你过来帮我，过来帮我做木剑。我拿铁锭，然后那个二阶灵石，二阶灵石我记得有挺多的，一级、二级的灵石，你别告诉我二级的灵石你全吃了，我没有还啊，我根本就没有吃，我就吃了几个一级的和一个六级的，在然后炸了一下，把我差点炸死了。这样，OK，洛雷弗也制作16张吧，你帮我做16把木剑。不要放不下那么多。做出来就丢出来呗。二级灵石还需要血，这个符千万不能在家里面用，要出大事的。完了，二级的没有了，一级的合成一下吧。没事的，我都会去挖。8个，能做多少个做多少个吧。哇，还有超稀有的，传说的木剑都给我做出来了。再做一张，每人6张。反正这一件零食现在对咱们来说吃掉都，攒不了多少那个了，传奇的。只能攒一丢丢的那个灵力。我不知道我做了多少，反正做了一堆的木剑。好，12个，来把木剑给我。就在我面前啊，丢掉了。好，等一下，还需要铁力，把铁力再给它分解。17个铁力够了。我的娘我嘞！要去砍点树。你做了到底多少把呀？不知道，反正你让我做，我就一直在做。先把木他还头需要做啥回来来。着？哦，二级灵石，我的天，这个还需要二级灵石的，三级的给它分解一下。苹果。好，OK。中间放二级灵石吧，后面再放铁力，好，剑符，三、四，你是不是在打那个僵尸草啊？不是啊，我在砍树，我不是跟你说吗？家里木头被我做完了。怎么这个僵尸草的血量少了1/3？不是的，我怎么敢去挑战这个你僵尸不草？止做了10多把的木剑吧？不知道，我随便做的，我把家里的木头全做完了。60个木头了。做16张，好，OK，接下来就是战斗的时刻。一组多，来吧，你去砍那个人的这木头。个这个符箓我分你一些吧。等一下，我去砍树，我看到一个人的房子，好多木头，哎呦我这的一下妈呀！砍过去真爽，你这两组木头。你这做了几10把吧？不知道。我再提醒你一遍啊，千万不能在家里面用。是怎么用的呀？这个，直接对外右键就行了。别，你别手残右键啊！没有。走，接下来就是咱们试验符箓的时刻，换首 BGM。好，OK，把时间切换到晚上，只要不来地狱级的怪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首先是起爆符，爆炸，就是一锁，起爆符，想进我的身？哎，直接被炸死了吗？哦，还在那，炸一下22点血，可以的。哇，我丢完了，洛雷弗，奇怪，小心电到自己啊！这个洛雷弗需要 shift 右键的。我的天哪！
这家伙有粘性，哇，好疼！好好玩哦。剑佛，剑气凌厉。哇！怎么了？找一些剑气凌厉。去打。小心会打到自己啊！这个剑佛，他是无差别攻击的。哇，前面有个 boss。掉了个妖丹，洛雷夫，再来个洛雷夫。这个洛雷夫必须要打中他，真中他。才会那个伤害才会越高。懂。风炎之柱，救命！一百多点。护盾，护盾，护盾，记得用护盾。护盾，护盾，我太菜了。我的剑呢？不知道。这里有颗妖丹，我先过来捡了。哪里有 boss 啊？被我打死了。对吧？这个剑佛特别好玩。咱们得大量制作，绝对防御。但是了不起了你。洛雷夫。但是洛雷夫。将你走。好，再来。走你。谁在射我？我这个小牌射得真远。玉女剑法，玉女剑法，看见！哇，越来越多的怪了，哥哥，我们打不过，好多的 boss。来，战斗的事情交给我来。滔天绿玉剑，我们上。天哪，太可怕了！哇，我升到筑基高阶了。我是炼器高阶。死亡爬行者，哪里还有怪？不许欺负我妹妹！已经被我打死了。小心，这里有个黑色的，不要捡。面对疾风吧！大风起兮！哎，又一个丹药，一个药丹。小心不要打到那个拿箱子哭了，别打他，你想引战吗？什么东西在打我？你别打他好吗？不是我打他了呀。他这绿鱼剑，我们上了。不许伤害我妹妹。别啊！你看他一下就被那个打死了，还不是你打了他几下？这个是恶意！我的天哪！我告诉你，你恶意达到一定的数量之后，他们骷髅的那个什么国王会带着士兵来进攻我们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呀！不然呢？因为我为什么叫你不要打他？哦，所以呢，我就看我的恶意多少了。我这有个大僵尸。超级绿剑，强化级的怪，等的就是你。又一个妖丹，让你近视。哎呀，好像被他摸到一下，碰瓷。还有你啊，我到圆满了。去死吧！好 ，OK， 走吧，咱们回家吧。刚好这期也差不多该结束了。可以，对吧？这个符是不是特别好玩？是真的好好用哦。咱们得在线下大量制作。是的。哎，啥情况？我的天，这个苦力怕真的这么恶心的。来吧，回来吧，咱们结束这一期了。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
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